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Follow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大家好，我今天想谈一下台湾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台大新上的校长。管校长的话就今天被台湾的监察院弹劾，弹劾的理由就是说，就是管校长在任台湾的政务官的期间，就是说以匿名的方式违法为台湾的一家媒体经常性的闲稿，然后是每个月的话得到大概是台币大概是5万块钱台币左右，就非法收入大概只有60几万的台币。这个事情的话，我今天我不想讨论在台湾发生的这个事情，但是我是想联系到台湾的这个事情，我想谈一下大陆的事情。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务官给媒体写稿的话，以我们大陆的观点来说的话，其实这是蛮平常的。但是说我觉得说台湾至少是个法治社会的话，能够限制这种政务官的这种写稿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做法。因为众所周知，在大陆的话，现在很多的毛粉，就毛泽东的那些粉丝们，就说毛泽东一生很勤俭，穿的衣服都是布丁大布丁啊，吃的东西都是群众大饥饿期间他就3个月不吃肉，但是他们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毛泽东他所遗留下来的财产据说就是说达到人民币几千万，具体有多少现在都搞不清楚，但是又有很多人站出来说毛泽东的这些东西这些钱的话都是属于这种支付的这种稿费的性质，因为大家政府就是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掌权的这几十年期间的话，这样毛泽东选集在中国印刷的这种属于这种天价的份，然后他所得到的稿费就是以人民币，当时以人民币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这样计算都一点不为过。然后进入到新时代以后，进入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的这种领导人，就是说上至国家一级下至这种市一级县一级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的一些非税收入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其实也是有这种稿费的形式在支撑着。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像中国的国家一级的领导人发了一个什么重要讲话，以他名字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以后，然后是以新华社的通稿发出去以后，就全国的各县市的这种机关报，就是这县市级的这种机关报都是必须要毫无保留的，就全面的就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就把这个通稿都要给发出来。然后比如说是习近平在人大发了的一个什么讲话，然后是在党的什么比如说49大上面说了一个讲话，还有比如说是在1月2号的那个台湾统一的那个大会上面又发的一个讲话的，他那个讲话的全文的话都是以习近平的名义全篇的发表。而这个发表的话，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是说每一个地市的这种党报的话，他发表了习近平的这种讲话以后，他们就是说就必须要乖乖的，就是说按照这个习近平说发表的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个稿费就寄给中南海。至于你习近平能不能够收得到，还是这笔稿费收到以后怎么办，他们就不管。就是说按照程序的来说，就是说这种地一级市一级的这种党报，就基本上都是要每一个讲话的话都是要把稿费要寄给我们的习主席。所以说我就想，如果习近平发表一篇讲话的话，在全国引起轰动的讲话的话，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要同时转载他的这个讲话，然后2000多县市的这种党报的这种稿费单然后飞到中南海的话，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收入。所以说看到台湾说因为60几万台币的这种匿名写稿的这种收入的话，就弹劾台大的这种校长的话，有时候我就感觉让我真的是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说为什么台湾就是民主的国家，中共是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确实
谢谢台湾。